세상에멍사리그부정하게커버린돌치거리아웃사이더小伙伴们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如今有很多的小歌手当初因为一首歌而火爆全网，狂赚几千万，但等歌曲热度过后又销声匿迹，这样的歌手在乐坛很多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。杨成刚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《老鼠爱大米》，这首歌当时的火热程度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。当然这首歌的经济效益也是很高的，他凭借着这首歌挣了1.7亿，还打破了吉尼斯纪录。我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，不管有多少风雨，我都会依然陪着你。我想你，想着你，不管有多么的苦，只要能让你开心，我什么都愿意这样爱你。2014年，一曲《我的滑板鞋》让庞麦郎这个名字火遍全国。有人说他是疯子，有人说他是搞笑来的，却也有人认为他是不世出的天才。而消失3年的他归来，竟已进了精神病院。他的好多次。我的滑板鞋，时尚时尚最时尚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。月光下，我看到自己的身影，有时很远，有时很近。曾经由于一首《暗香》战成歌坛的永久，造诣不菲。他连续是一个醇厚成熟的歌手，这里尤为在其成名后仍旧戒骄戒躁，还有未见的小伙伴记得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走下去。